OK， 好，我在这边。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还要转圈？对，然后弯起来。You too, me too。 同学，下课了，我是艾婷。 最近呢，近几年就是运动风盛期，像是空中瑜伽。因为我本身呢，就是在网络上被那些很漂亮的照片给骗了，所以自己去练了。但是其实空中不只有瑜伽，它其实还有空中特技。那我们今天来到这边是一个空中特技的教室，那听说里面有非常厉害的特技舞者，我们现在就来去看看。 Let's go！ 也太厉害了吧！谢谢。而且重点是他身上去之后，然后他还往上爬，哇！我那时候我跟你讲，我手汗爆流，我觉得太恐怖了。因为我觉得很高啊。好玩的机耶！几岁开始接触这个空中环？我17岁接触。哦，那你现在？8岁。才练一年就可以练成这样子？对，因为其实蛮勤劳在练的，就是一直上课，然后我在家里装了一个吊垫。哦。 然后去可以在家练。你有其他的基础吗？哦，我国小是舞蹈班。舞蹈班，舞蹈班的基础，所以练舞的人会比较快上手。练空中环最辛苦的部分是什么？开始接触的时候，会很痛，因为它是个硬的东西，然后坐上去，然后在那边爬，然后去翻啊，你粘到你的肌肉都会很痛，就很像按摩一样。嗯。 可是如果你做久之后就习惯，就会习惯那疼痛。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在体验，我在做一个新的动作的时候，就会比较困难。有些东西超痛的那种。好，那这是辛苦的部分，那有没有最开心的部分？把动作做得很流畅，然后很美，然后得到一些很漂亮的照片。照片，对，照片超重要的，好不好？要美照。我刚刚有讲，其实一开始我是练空中瑜伽，是被那个网络上的照片被骗的。 有些人很容易头晕，那适合练吗？我个人也是在地板上转的时候，我会很晕，而且在上面的时候就没什么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会把你的注意全部放在你的肌肉身上，哦，因为太痛了，所以你感觉不到那个转吗？感觉就是感觉感觉，真的假的？痛苦是比较出来的，你好抓很紧，不然你会摔下来。就是有些人是真的，就是连一点点晕都不能，因为他们如果真的很想要拍出很漂亮的照片，但是想要克服那个晕要怎么办？ 可以吃晕车药，真的，因为我们像我们很多人上课之前是先吃好晕车药再来上课，他吃完之后他在那边转，他就觉得比较好一点。哇，好酷哦！惧高症怎么办？惧高症啊，就像我就有点惧高症，我连看到你上去我都流汗的话，那我要怎么去克服这个？其实空环它不一定要升高。 它可以浮在空中就好，所以它不一定要很高，所以惧高症的人其实是 OK 的，是可以去来玩这个东西。只是说如果你要把它当成表演的话，会比较辛苦一点，因为我们在剧场里面的高空都是拉到6米差不多的高。哦，就是看你的目标啦。如果单纯运动，就是不用升太高。那你有没有保险？我有保险，我保险超高，我保意外险超级高。 可能一年脚大概5万块这样子。但是你这样子讲，大家不敢练。没有没有，是因为我是要以这个为我的表演的项目去钻研。我有摔过一次，就是在这边摔的。这个场地，这个场地摔的。然后那时候是我鼻水蹭着前一个礼拜。哇塞！我完全不敢跟任何工作人员讲，因为我怕我讲了之后说不行不行，那你不要表演。所以我就隐藏到了现在，大概这么高的高度。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。 小孩白目，然后不要放软垫，做一个过门，然后没有抓紧，然后就砰下来，太可怕了！居然现在才讲打屁股，摔之后会有阴影啊？我觉得不会耶，就是你摔完之后你要立刻再上去一次，你才不会在你的记忆里面停留说。
哦，我摔过，所以我会怕。讲出空环的三个好处。第一个好处就是它真的很漂亮，拍照的时候。再来，它是一个很新形态的运动的一个项目，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休闲运动，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体验，跟一般的瑜伽比较不太一样。它跟重训是不是其实差不多感觉？就是会要。它是有趣的重训，它是有趣的重训。对，重训的话应该是做自由重量，拉单杠的那种。可是它没有单杠那么痛苦，然后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坐在环上面做一些动作。好玩的重训，对，好玩的重训。那第三个的话，我想看挑战自我。哦，对，我刚才也是想要讲，就是不要让自己过那么舒服。对，不要过那么舒服。你要在不同的高度去看世界。那你练了这样子一年多，你有没有一个就是最终的目标？毕竟是学表演的，所以当然还是对舞台是有渴望的。所以我也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看见我的空环这项特技。所以我也希望你可以去剧院里面表演。哦，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，那现在就要来体验了。OK。好，那我们先坐上去，然后左手抓左边嘛，右手抓右边，然后你看我们手就慢慢顺，这样抓抓抓。OK， 看起来现在还是非常简单哈。右胯要放到左边来，是不是这种感觉？哦，好。抓抓，比这样，挂在上面的，然后等一下很简单，我们的手脚伸直，顶住我们右手边的这个框架，左脚。往后，然后再抬头。上去有什么技巧吗？我们先抓好之后，手撑。对。哇塞，好，我觉得我已经很厉害了。抓这样子吗？对，慢慢抓，慢慢抓，然后翻胯。我伸直，伸直哦，顶住。对，然后我们的左脚。等一下，这也太痛了吧？往后，往后。对，一个凹，然后。我真的有往后吗？你要往后，你什么东西？成功了，我跟你讲，这样倒了。Hold住，完全不知道方向是什么，为什么还要转圈？第一个动作 OK 吧？可以，简单简单。已经流汗了。回来原本位置嘛，好，左脚伸直，靠左边的踝。然后我们一样慢慢爬上去。不用爬最高，爬到这个位置就可以。这边可以做个 pose。pose 然后，艾婷的筋应该很软。还蛮软的。还蛮软哦，那我们就可以。加一个八腿 ，OK 吧 ？OK 啊，靠这边，对，靠这边没错，很好。然后，好，然后我们的右手，左手放开来，慢慢往旁边抓，往这边抓，右手放开爬，爬 ，OK， 好，放在这边。我们再爬一点点，再往上爬一点点，对，好。然后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放这只手，延伸。然后这个怎么停下来呢？好，我来停。接下来我们的腿，搬到这儿，然后抓住它，抓住你的腿，腿来，你的腿抓不到，那可以抓，不是，这没有支点，可以，耶，成功，来，动作100，表情零分，双人的话要挑战看看，这两个，我们的面，然后我们的手，右手抓。等一下的动作，我们先举右脚，好，挂上。对，好，等一下长这样哦。好，等一下长这样。对，然后放。对，然后你脚往前延伸。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膝盖碰膝盖？对。然后弯起来，勾我。对，我完成第一个动作了。非常。然后。好。OK 吗？好。轻松走，轻松走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不要轻跳。
也看到，就是我在上面惨叫的过程。可是很漂亮。哦，对，是漂亮的，是好玩的，而且还蛮真的蛮有成就感的。对对。而且我觉得刚刚就是短短的时间可以练成那样，应该已经很棒。嗯，超。我也觉得我自己蛮厉害的。喜欢喜好的一定要把他的 IG 追踪起来，在这边。那喜欢 YouTube Meet 的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 YouTube Meet 下次见，拜拜。